我这几天又最新收到的包裹有这么多，然后呢，上一期视频完了，播放了以后，我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可爱的小伙伴们喜欢看，并且给了我很多弹幕和鼓励，那我就在这边先感谢大家。就这是我画的小人，这是我，然后就谢谢大家，这样扣谢。好了，那就说到这儿，那今天我就开始第二弹。第二弹开箱啦，然后今天呢，我就是抱着不想让大家担心的心态，准备了一些道具。看这一盘都是刀和这个开快递的，然后还准备了卸妆湿巾，如果试色以后我会及时把它擦掉，还准备了一包纸，就是哪边弄脏了我就及时清理一下自己，不让大家担心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吧，先开这边的吧，这边的，那就开始了。很小的一个东西，啊，就是那个我买的口红，是那个 Milani， 是这叫 Milani 吧？然后我买的，我就随便在评论看看哪个号货，买了一个25号，然后从这个底下看看，应该是一个豆沙色，那我们就来试一试。啊，这个上面没有毛，我都有心理阴影了，实在给小人涂一个吧。膏体蛮顺滑的，感觉是滋润型的。然后大概就是这种颜色，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呀、啊。那我们就看下一个，一根口红，长得有点像欧莱雅那个金管。这个应该是我老公的最后一样东西，这个不是他要求的，是我自己默默给他买的。我老公跟我在一起这些年，这个护肤产品从来没有进步过，就特别稳定，一直就这一样，品牌也没有升级过。就是这个欧莱雅的男士洗面奶，这两个应该是赠品，这是。火山岩控油青豆洁面膏，两个50克的。这是我买的三个，是火山岩一个大的这个，一个矿墨泥长效控油，一个控油这个黑的这个，然后我估计它就是这未来的一年的脸就还是欧莱雅承包了。真的是有点尴尬，但我就本着真实的自己给大家看。 好尴尬呀，感觉就是我双十一买的这个，这个应该是我在欧珀莱下的单，这个是我看很多人在微博上推荐的，就是说欧珀莱家的东西双十一简直有诚意到爆炸，不买不是人，我去年就暗暗记住了这句话，所以我就今年一定要买。这应该是他送的小样吧，时光眼锁眼霜加赠，这是一个5克的和一个3毫升，这是8毫升眼霜。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他送的是什么赠品，没有写，还很可爱的，又是小爱心的这种，是手机的转接头吗？好可爱，上面这个部分是玫瑰金的。然后哇，小铁盒，小粉盒，然后打开，哦，是一个眼霜的正装。和一堆粉条条和4个小样，这是5克一个。我的妈呀，那加上这个它就是4×5=20+8，28克，光赠品就28克的眼霜。我也是真的是不买不是人系列，便宜的有点过分了，就真的这种品牌就不管你需不需要就不买，就真的是对不起这双十一。然后这是正装，然后是玻璃的，我喜欢这种底特别厚的，就它不太容易会碰到。然后打开看一下，就不要挖棒了。哎，这有膜，我就先不撕开，拆个小样玩吧。也是比百优的那个稍微清爽一点，但也是偏滋润挂的。如果你非常年轻的话，我估计就真的完全用不着了，真的是。像我这样子，就是底型开始出现眼下细纹，那就真的用什么也控制不住，不干就行。下一个这个，这个就真的是啊，这有标识贴的，也看不出来是什么，就写，就真的什么也没有，就是个中通。哇，这看起来是什么？是我给我家小狗买的，这应该是送的吧，小牛肉骨头2个。这是什么？好像蟑螂药啊。这是啊，一个狗肉，狗肉狗用除跳蚤的项圈。这是一个咬的绳子，等会我逗逗它啊。哎呀，这些是不是都是送的？我买了吗？又2、4个。这
真是很吓人了，送的六个八个，就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给我发错货了。因为这个我家有个同款，但是我这次没有买吧，好像现在为止全是赠的，就真的我家狗这也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刷牙的，他并不希望被我刷，我每次刷他的牙都是我们两个人就这样子挟持着狗刷的。这是我买的吧，是驱虫内服的驱虫，哎，仿佛又不是，好像是外，打开看看啊，这是外滴的那种，他就一直用这个，这不好意思有点暴力，就是这样三个，一个月一个，这是一个季度的。他当真没有发错货吗？我的妈呀，我要不要联系他主动把这些全部都上交啊，他这会不会真的发错货了？因为这个狗盆显然我也是没有买，因为他吃饭的话我家狗的饭量这个碗好像不是很够用，吃口零食还行。真的我要联系一下看这是不是我的，我怎么觉得别谁的东西寄在我这儿了。啊，我再看一眼这个被我撕毁的，这个这个我是买了的，对，十千克的，八岁八周以上有，这是我买的一个粉色的狗盆。嗯，大概，哎，我怎么特别像把通厕所那个皮揣子放脸上，又两个，这个刚几个了，现在恐怕是有一堆了。这好像还不是我的，哎，我真的怀疑他是不是发错货了，真的是有点吓人了。这个还不是我买的，一个滴滴的，这个是我买的，我知道是内服的，三个月吃一次的驱虫的，这也是一个红绳子，一个天猫 logo 的挂脖子上的。这个还不是我买的，不知道什么样，我的妈呀，是不是有人？我真的我有点不安啊，拿到这些我要联系一下店家，他是不是发错了，真的要不是我就退回去算了，如果他不介意我撕坏了这个包装。这个是我买的，这个是我买的，这是这个耳漂，哎，这样耳漂，这是因为他那个耳朵我日常给他清洁一下，这个我有买，这现在还有这么大一个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的，还不是我买的。我觉得这家店经历了双十一，如果这真的是送给我的话，他真的经历了双十一会不会破产。这是安利销，这是什么呀，什么月三甲绿安溶液，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化学课，这盖子还有两层，有宠物的消毒用的。这我有必要给大家再展示一遍，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几分钟时间，这个就有点过分了。我给大家先展示一下我买的，就是这个耳漂是我买的，这三个就是，这是它的包装，这个是我买的，然后这个也是我买的，然后现在我买的部分就结束了。现在赠品一，赠品二，这是什么呀 ？Powder， 怎么看见？这我还没有研究明白。赠品二，这好像是什么，有什么三文鱼的什么什么什么吃的粉。赠品二，赠品三，赠品四，这是赠品五，这个天猫样子。赠品六，这一颗不知道什么药。赠品七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个一个项圈。赠品八，一个抢的绳子。赠品九，然后这个大概有个十个八个的，就简直是丧心病狂的送东西。我就先把它们放在一边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把它放得有点暴力。就真的这家店真的是这样，我的妈呀，真敬佩。啊，对，那我来试试他喜不喜欢啊。果瓜，来，果瓜，来，他在装逼。嗯，这就送你了啊，你礼物。啊，那我们就继续开始拆吧。简直是今天真的是猜的我有点懵。这又是一个欧珀莱的，还送他家买了什么吗？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看起来好高级的包装，这里面就没啊，这是我买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均衡保湿柔润洁面膏，这两个好像才几十块钱，又配着这么高大上的包装，就感觉真的不买不是人，然后我就买了。我也不知道了，虽然我的脸大，这些要洗多久。嗯，再来看看这个玉兰油，这个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买了什么，也是被大家种草的玉兰油的明星产品，你们猜猜看是什么？
哎呦，好像箱子滑到了我的脉搏。这么小吗？就是这个了，这是小白瓶，水感透白光素精华露，30毫升，然后好像送等量的这个小样，这个6毫升一个，5个30，5、6、30，是光感精华露，然后两个一共60，好像是200多，就每年依然有必剁手系列。虽然我第一年加入，如果好用，那就真的是，哎，现在有一个被弄的真的是马上就要破了，哎，我试试能把这脱手撕开，好像是没有什么难度。这是什么？哦，仿佛是欧莱雅买的东西。你值得拥有。这个也是我看之前网上大家安利的，就不买不是人系列，两瓶大的，送个一堆瓶小的，一个贝润型，一个清爽型，这是3合1卸妆洁颜水，然后都是400毫升，这就是800毫升。虽然我也没有用，但是一副不买这双十一就缺点啥。这是95的一瓶，这都是什么型的呢？清爽型，大概有个5瓶吧。我算一下，1瓶500毫升，加上2个400毫升，1300。我的妈呀，1公斤多的卸妆水。我真是醉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脸上天是盖了多少层。我为什么想先拆这边，就是想，哎呀，等会儿东西万一堆不下了，有个床头柜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厉害了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厉害了。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就是看起来像小烟盒一样的这个香烟管的口红，看，拿出来一个。气不能停，看里头有3支小香烟，这个哇好有分量，是 Hourglass 的这个口红套装。大家知不知道，其实今年这个 Hourglass 在天猫有这个海外旗舰店了，然后我看它有这个，我本来还想买那个三角形的粉条的，但我觉得价格不是很优惠，然后它也没有今年特别火的6色的那个盘，我就看到这个我就迅速把它加入我的购物车，然后抢了它。哇，这中间真的是好细，看，感觉跟刚手上米拉尼的这个颜色很像。那这个小人的嘴已经满了，就涂在这儿吧。这色号在哪写着呀？我也不知道什么色号。哦，它是滋润那一挂的，好像比它粉一点哈。这个色号是 My One Desire， 这是写这句话是它的色号吗？这好像是两个替换芯，但是好像就这么单独拿着不替也是不要紧的。这一下质感就，哇，这个更像香烟了。这用完是不是能把它留下？我老公带一根烟出门的时候给他用啊。这是 True Love， 这是 You Are Mine。哎，我怎么手部动作这么丰富？先来看这个 True Love， 这又是一个偏裸色的，这样偏杏色的裸色。我有预感，这个颜色我涂上会不好看。没对齐，这样的，感觉就那样。我感觉这个也挺好的，因为感觉这是一个用得完的口红。这也是一个棕调的玫瑰色，然后这样涂一下。哎呀，我好像把它尖上掰掉了一块，就真的也是，我为什么手劲这么大？他们三个放在一起真的好和谐呀。玫瑰棕这个还可以吧，没有特别戳中我的颜色，但是显色度很高，然后膏体也很顺滑。就这样，大家想买的可以参考一下。这个盒子就必须是不能扔了，这个盒子实在是有点厉害。然后这样，哎，我们试试它怎么替换吧。嘿，啊 ，so easy。真的，这个我把它混在，哎，我哪天把它混在我老公的烟里试试，看能不能发现这是一个别的。啊，这是他送的 Hourglass 的什么什么，有15防晒值的 base， 这个叫什么妆前吗？哎，它这个是玻璃瓶的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扭的，有一个棒棒放在这儿，抹一点。我的妈，我呀，这味道怎么感觉抹到手上热热的？它会发热啊，这个质地很像卸妆产品。抹还有一点硅感，据说它的妆前好像蛮厉害，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。就下一个，菜鸟驿站，天猫国际。啊，这是我好像今年双十一买的唯一的面膜吧，应该是唯一的面膜吧。就是这个，我常年回购的，但我在松本清家是第一次买这个曼丹的。我没用过这黄的，它反正这三个一套好像狂便宜，我就各买了一盒试试看吧。
这边就空了，可以放东西了。你们然后拆这边，放这边。先看这个。这个小篮好像被我拆的不是那么锋利。啊、哦，这就是跟上一期失散的他的兄弟，这个尤尼家的二分之一神水发条棉，三个又三个。这个我跟你讲，看这个字错，我不知道我跟圆通是犯什么错。大概从两个月前还是多久之前，那个我的每个件都要被送到离我们家可能有个6公里的另一个小区绕一圈再回来。我又跟他们联系过好多次，但我的每一个件都是错分，然后就真的我已经放弃了。然后我这次特别在备注写了，请不要帮我发圆通。但是你看，每个都发的，有还有很多发圆通，然后每一个都有一个错，就圆通把我传的特别慢到我手里，就真的是一言难尽。这是我之前昆明去讲过，就是我们家离不开的舒肤佳洗手液，健康护全家。这两个柠檬味和纯白清香型，这个好像我买的不止这两个，那么它就应该在这个摇晃的感觉，好像就像他的兄弟姐妹。我左手边这个床和飘窗之间的过道已经被堆满了，现在箱子就要靠我的臂力把它投掷出去，到更远的地方，这已经堆不下了。然后这健康护全家。第二次，舒肤佳洗手液，哎呀，这是什么口味呀、啊？这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吃洗手液的。这个气味也是柠檬和这个的，他们真的是一毛一样。这是天猫国际，不知道什么，不知道什么的什么东西，很轻哎。我知道了，这也是我很期待的一个东西。这是从这个西班安瓶，哎呀，这盒子好像受了点伤害。这个牌子，其实我以前读 Martin Derm， 但是好像不这么读的，它好像有那个抖音在里面，好像是什么 Martin Kram 类似的。然后就是这个新出的这个，我没有买那个 Photo Age， 想尝尝新的嘛。本来想都买的，但我家精华有点多，这是他送的，蓝的和红的。然后这个打开看看。六把，跟它其他的都一样，然后有个底座，一个盖子。这个试也是，掰开闻闻味儿吧。哎呦，真的是，我还能干点什么？小护士上线了，你们敢这样徒手掰吗？我不太敢，我就还是老实点，这样吧。这个比那个乳白颜色乳白一点，然后。还是有香精的味道，然后他家的安瓶都是这种很液体，就是水的质地，嗯，跟他家有点像，他家那个红的和白的结合的味道啊，涂上是有一点滋润的，微微有点黏，还是哎呦，还是有一点粘度的，但他家这味道挺好，我觉得还挺好闻的。这个一看就是上一期那个 AA 网的玫瑰水失散的兄弟姐妹。老四和老五吧，那我就可以联系他们退款了。上次有人问我这个是总价还是单价，这个是270，是我算完退完钱以后的总价，5瓶270，是不是超级便宜？真的，我也觉得，我也以前正价买过，真的是很傻很天真。这是一个，这个好像有两个奇怪的东西，有两个方形的捆起来的东西。这个上期给大家拆过，我就不拆了。然后我来拆拆这两个方形的东西是什么？难道？还有赠品，哇，是一个喷瓶，不过这个好像已经非常凄惨的，就是从这边裂到这边。啊，不要紧，它还有真空喷瓶，这蛮适合出去带的。又一瓶，那这里头不用说，一定也是真空喷瓶了。真空喷瓶，喷瓶，他说这真的是买5个水杯一共送5个喷瓶，也是很。5个瓶子，哎呀，来看看这个是什么？一朵花，让我想到了兰蔻。这种双十一好像没有在他们家买过东西。没有想到尴尬的事情还会重现，就是怎么说？
说呢，就是这个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把这扔了，捡回来。然后这个海关查验，但是我海淘的东西，我印象中有几个，但是没有哪个是这种形状的呀。怎么就买到这么小的东西？正奇迹啊！这真的也是一个惊喜了。这个哦，这次快递真的好巧，真的说出来我都觉得很奇。这个不是我双十一买的，这个是哇，恐怕10月11号再之前，很早之前买的了。然后哇，它寄到的好突然，很早之前买的了。然后我就11月10几号的时候我查过一次，它在清关。然后我第二次查这个东西是双十一之前一天，我查它还在清关，然后我就感觉那双十一应该是到不了了，就我还叫那个卖家帮我把这个收货日期延长了一下，然后他还说你上传身份证了吗？我说没有上传身份证，说明是不是收不到呀？他说不是的，他说就是说明海关还没有查到你，要查到你的话会发短信给你，叫你上传身份证。然后但是好像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要过我的身份证，我应该是没有收到上传身份证的短信，但是他就收到了，也是很意外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本来都是，我都问那卖家这能退吗？因为太久了，他说这是海运回来的，不太好退。不过还是很开心的，真的是没退就对了。是 Kitty 推荐过的 Murphy 的，这个我买的是不知道35几，我记不住了，到时候会打在屏幕上。像不像那个水粉颜料？这个好像很大很便宜，这要来块镜子应该也是很清楚了。那我随便就打了打开了，没理由不试色吧。但是我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呀，这太多了，我就真是随便的摸几个吧。感觉它比较抢眼，是不是？比较丝滑，但不是很软糯。然后再来一个哪个呢？哪个比较抢眼？这个好像还蛮抢眼的，这是珠光的。再来一个这个，这也是珠光。再来个深色怎么样？再来一个白色一样的这种大底色试试它的颜色都怎么样啊。我的妈呀，夹到肉了，我真是个智障。试到这边吧，还行。哦，我的手好疼。哎，你们被这个，哎，我的妈呀，真是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要显示自己多么的智障。就是我试在这儿也是，嘿，就是显色度还好，还可以，哎，但是很好晕染，看，就晕成这样子了。它这个真的很好晕染，估计用起来应该不错。那我就谨遵大家的教诲，及时卸了吧，要不然真的也是，我回头收拾那些的时候，我的眉笔盒子上，上一期那个资生堂的那个断面的袋子上，里面全是口红。嗯，现在好，我镯子上都滚的是口红。顺便可以看看这些口红好不好卸。还是可以哈，哎，你看 Hourglass 这三个不是很好卸，感觉有一点点的染唇效果。小人也擦了吧，就那就有的抹了。哦，这有一个很扁平很轻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真的是，我认识这个单词，但是我仿佛见过，但是好像又想不起来它什么意思。啊，这是，我看 Fiona 推荐的那家的包，对，我立刻就去下单了，看完他推荐。然后你看这个跟我微博的头像是一样的，这个，嘿，奇怪你。然后看这个包，因为我没有这种帆布的包，所以我还挺想来一个。看到杯子真是轻 ，Fiona 推荐的时候，我真的立刻中好。但我也不知道我这么粗糙的人用这个白色的能不能 hold 住啊，就是这样，这边是不是好一点？还有一个这个，然后这边是他品牌的 logo， 正面是仙人掌和一个女孩子，然后哎，还有拉链还挺好的，我以为就是一个购物袋一样的，它里面有一个这个，然后里面就是这么的圣洁，就像。算了，我先给大家讲这个吧，就是很抱歉的说一下，这箱吃的我又先拆开了。原起因是什么呢？
昨天有朋友来我家，他看到这个，他说你买了一箱辣条啊？我说对呀、啊，我买了一箱卫龙的东西。然后呢，他说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吃过辣条。我说不可能有人没有吃过辣条。他说我真没有吃过辣条。我说我这次虽然没有买辣条，我跟你说卫龙的其他东西都特别好吃，你必须要尝一尝。然后我就打开向他炫耀，然后就吃了。所以很抱歉，这个又是开过的，真的不要把吃的放在我面前。是卫龙先动的手，这个都已经被香辣莴笋，这个都已经被我吃了，就是。就剩两袋了，这个太好吃了。然后这个就真的是我硬从他嘴里夺过来一个留下了，真的要为卫龙疯狂的打电话。这个牛肉特别像我小时候买的那种5毛还是8毛一袋的那种牛肉的价格，就真的就是那种童年的回忆，什么都取代不了的。然后哎，这个好像不是我从他那买的，这应该是我老公收拾的时候乱入的山楂片。然后这个我这次买了10袋，但是现在我看很多博主也推荐我这个，我自己这个真的是已经回购过无数次了，我现在好像已经是卫龙家的一个蛮厉害级别的 VIP 了。然后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，它现在有别的口味，但我最爱吃的还是这个香辣味。然后它这个辣魔芋简直就吃起来跟毛肚一模一样，然后也好吃的一塌糊涂。我现场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看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唾液分泌的一下变多了，就是这个太好吃了，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。吃了两口以后，这袋还没有吃完。然后我买了这样10包，然后如果没有尝过，等一下尝尝。说到卫龙，真的是一个让我感动到哭的良心企业。一个是七夕那天，很尴尬的就是我和我老公在家，突然有快递打电话来，顺丰说有人给我送了一束花，我以为是我老公给我准备的惊喜，但是我老公呢一脸质疑的看着我说，谁送的？我没有给你买花。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很尴尬的去了快递柜拿这束花，那个顺丰小哥还说鲜花说下午就放坏了，你们一定要快点来取。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尴尬的，我心里又窃喜又忐忑的走到了快递柜，然后就收到了这个，是这个卫龙给我送的辣条花，上面还有两个小熊，我都开心死了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就真的是它深得我心，它是这样子，我现在都没有吃完，就我都不舍得给别人吃，我自己就想念卫龙的时候偶尔来一根，就是一束本来高高的插的全是辣条，然后里头就是一根一根像织毛衣的签子似的，有一个这个叫亲嘴条，其实就是它的辣条，这样一条条的，就我吃完以后也是非常的好吃。这就是一箱卫龙，最后这一箱是我在熊二秀买的东西，看这个分量应该是把我吓得两袋二合一了。对，不是买了这个精华，60毫升的这个润燥精华打底的。然后这个我不太知道是什么啊，是它这个里面这股怪味的源头吗？好可爱呀！你们看，这是一个小蜡烛，看，这样小小的，小蜡烛。哦，这个有股什么感觉，像卤肉的调料味儿。蜡烛，这个有点厉害了。然后这两个是什么呀 ？Overnight， 这一个过夜面膜，这是一个清洁面膜，这是我买的那个。然后这是什么？看看，这是我都不记得它赠品有什么了呀。反正这是一个顺行洁面，是50毫升，这个我用过，成洁还不错，真的是为我今年洁面大军锦上添花呢。这是一个啊，突然唤醒了我的记忆，好像买60送一个30的这个。雪花秀的肌底精华，这个就还有大家不知道吗？我要不要现场演绎一下？它就是有一股让人舒服的中药味，然后是这样子，流动性比较强的液体，然后是这样褐色的，就好像勾了芡的醋，然后你抹开以后，
还是那股让人舒服的药味，促进后面精华的吸收，然后还挺好的。接下来看看它这个，这小样，8毫升的润质焕活，这叫什么？润质焕活啊，就是同款，8毫升的一个，8毫升的两个，这个都是3个、4个，这是32毫升，这是5、8、40。好划算，40加这个是30，70加这个，你就买一个这个60毫升的，送了70毫升的这个润燥精华，然后这些也不是我买的，是送的，就直到爆炸。哦，还有这个也是送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买的，这个雪花秀的气垫，我在空瓶机里说过的，我觉得挺好用的，是这个花样的，是两只小鸟嘴里叼着红线，哇，感觉好有缘分的。它这个表面是像橡皮一样的，不是光滑的，应该挺容易弄脏的，这是一个替换芯。然后呢，这是13号，也是我盲拍的，不知道怎么样。那么就现场打开试验一下，这上面啊，这个那算了，怕晃你们，擦在我刚擦过基底液的上面，你看它把我这些个手上的纹和毛孔都给藏起来了，还是熟悉的气味。但雪花秀气垫我以前用，这个地方这个粉扑的这个地方很容易裂，你后期应该可能会要自己配粉扑。然后这就是这个气垫和它的体芯，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还可以。然后这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赠品，真的雪花秀今年也是大甩卖。哇，这个厉害了，这又这叫雪花秀彩蛋致美气垫粉底液13号，这换又送了一个替换芯，是致美润白气垫21号，这简直就是这三个气垫，然后那个就翻了倍的送，真的雪花秀今年是在玩命的活动。然后今天的就又拆完了，现在我叫果果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啊，歇会儿，快要累坏了，口干舌燥。结束啦，拜拜。下一期还有个预告，下一期呢应该就是有一些我迟迟没有收到货的宝贝，还有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我说的3万块钱现在呢价格是远远没有到，下期会出现两个大件，有看我微博的可能已经会发现其中一个是什么了，还有一个我还没有收到，会有两个大件等待着。然后呢还会有11月10号11月11号这两天我去实体店买的东西，然后到时候会一起分享给大家，那就再见吧。